好，我们看例题三啊。例题三的话，叫你验证说哈，这个函数呢是这个微分方程的一个解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验证。我现在把它微分一次 ，y。好，这里就等于，这是二分之一啊。它乘以多少呢？二 x 减 s 平方的二分之一减一是负二分之一。再乘以里面对 x 的分二减二 x， 好，约第二个，所以这个就等于二 x 减 s 平方一减 x， 好，再微一次，就等于好，这平方。上面为负一，下面不为，减掉上面不为，为下面。哦，那为下面的话就这个了，二 x 减 x 平方，一减 x。然后现在给它通分，哦，这掉下来的话就变成好。二 x 减 s 平方好，乘以根号二 x 减 s 平方，它通了以后哈，变成负的二 x 减 s 平方，它减掉呢一减 s 平方，好，它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那个。s 平方减 2x 加一啊，好，那这是负得正嘛，就 s 平方正 s 平方减 s 平方，这消掉，啊负 2x 减掉负 2x 也消掉，所以就剩下负一，也就是剩下 2x。根号二 x 减 s 平方的三次方，分之负一啊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哈，你 y 三次方乘以 y 两次微分方加一，这里多少？就这个根号二 x 减 s 平方的三次方，它乘以这个。这是二 x 减 s 平方的三次方，负一加一，二刚刚约掉啊，这个三次方，这负一加一等于零，所以满足这个方程式。